哇，这小扇子。你干啥呢？你没你事儿啊？有人保我。谁保啊？鹏哥保我。保你，你也别坐着你。我愿意啊，人家老板呢？咋的都选他我？咋的？别人咱也不敢支持。行，你就删吧。我不是删你，我是删流量的。哎，吃点劲儿，没吃饭似的，行吗？哎，李总，你别坐呢，你站起来服务呢。后悔了，不用。我不使劲，我现在后悔了啊！娃子，你这报仇我报仇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都人眼睛看不清人了，别捏了，行吗？哥哥，你的茉莉花茶，烫水烫，等会儿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老杨自己来，好吧？我服不到位是不行的。文总，给客人买个雪糕吃吧。你买完你票投我不？哥吃完雪糕我开心，我高兴，我肯定投。你要投我票？哥肯定投啊！我也来一根。你要不？我也要。鹏哥肯定能投我一票。对，宝哥你投我一票就够了，2-1。哥爱吃甜的。好，妥了。那你们还想吃点啥呀？麻花。哎，我刚刚我有带了麻花，我就给您送过来。给我拿来吧，去吧。好的。麻花在这儿。好吃。好吃啊。你呀，来到这东北大秧歌。有没有伴奏？来，我这有。那个，我们这个饭店是有名额规定的，这个跳一首曲子是2000块钱，30万的卡从卡里扣，我们最大限额就能存2000，30万，我把你店都买来了，快牛吧，你把店买了，你当老板呢？我不干了，跟你扯啥呀？这样是淘汰了，不跟你干了，你当老板，我不伺候你了，不行吗？秧歌扭起来吧。正月里来实习年儿啊，扭挺好，我爱看这个慢悠的，这更好。哎，那你去扭，你放那水扭一段来。对，哎，走起来，走起来，哎，哇，你好厉害，哇，哇，这小扇子。你把那扇子给他，你让我看看咋样的？对，是这样吗？不是，你得学他那精神，那步伐，那步伐，你看那步一蹦一蹦的。顿一下，对，顿一下，对。